疗愈，带大家来到了新共识。这边呢，少了都市中的高楼大厦，反而多一份宁静的感觉，也可以说是香港人的后花园哦。不过很多人呢，听到西贡就会想到越南。No no no， 此西贡非彼西贡。这边呢是香港新界东边的一个半岛，而且它的名字还是有故事的哦。没错，大概十五世纪的时候呢，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有许多像是东南亚地区或是东非的国家就开始呢向明朝进行朝贡或者是贸易咯。而当时候呢，西来朝贡的船只就是停泊在这里，久了之后就叫做西贡啦。现在来到这边不需要准备贡品，但是你要有一个宰相般的肚子，因为宰相肚里呢装海鲜。从十四世纪就开始有讨生活的渔民居住，形成了近日悠闲的渔村风情。在早期，甚至许多渔民是住在船上的水上人家，这也让今天的西贡有不一样的市场。来来来，小玉小玉，嘿，怎么了？这里是哪里？渔港啊。那在码头这边要做什么？码头这边，想一下，快点，你快答对了，买鱼。That's right， 各位观众不夸张，请看，怎么了？怎么了？他们的鱼不在冰箱里哦，来，他直接就是在底下卖鱼，有没有？从围栏往下看，小小的山板上用塑胶盆摆满了一格格新鲜的鱼货。再瞧这些鱼贩在山板上随着顾客挑选的海鲜移动步伐，真是很有趣的画面耶。他们现在就是在谈价钱，就是你看到喜欢的鱼啊就在岸上，然后就跟老板说，这个鱼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果价钱谈拢了之后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结束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拿到附近的店家付一些工钱呢，他们就可以帮忙处理，就可以现吃了。顾客选中的海鲜验货谈好价钱后，鱼贩会将货物装进袋子，这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种充满默契与信任的买卖方式。除了新鲜海产，也有船家卖些充满海味的干货。如果不打算现场料理海鲜，但是想体验这特殊购物方式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哦。105，我跟你说，从这边海平问过去就是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地质公园，没错，而且占地非常大，有150平方公里。我们来到这里啊，西贡好像就是摆脱了香港那种都会的气氛，好像来郊游。没错，就跟你说这个教科文组织啊，地质公园它总共分成两个区块，一个就是呢西贡的火山岩，火山岩，另外一个呢就是新界东北沉积岩，沉积岩，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小朋友教小朋友，他们一定很快就记。对啊，有没有？你可以跟他们近距离接触，就是登山健行，登山。好，这会有点辛苦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选择这样的，对不对？美美的行程，搭船出游，然后从远处观赏。没错，大家选择搭船啊，因为你搭船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啊，就是看到香港最大的万怡水库，然后欣赏到游泳。14000多年历史的这个六角石柱群，对，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的船来了，我们就是要搭船到这个桥嘴洲。桥嘴洲它是很经典的行程，因为如果你像刚刚要去地质公园啊健行，或者是搭船到六角石柱的话，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但是如果你像安排时间没有那么长的话，就是来到这个公共码头，没错，然后搭船到桥嘴洲，大概只要20分钟的时间，叫做接渡的方式，没错。接渡的小船非常有渔村风情，兼具了载客与捕鱼的功能。除了接渡体验淳朴的渔村风情，也有许多人选择包豪华的游艇，或体验风帆、独木舟等水上活动。海上的精彩程度一点也不输岸上哦。桥嘴洲地质步道是一堂精彩的地质户外课程，这片地层已经有6500多万年的历史喽。可以寻找像流纹岩、一些典型的火成岩来探索地球变化的历史。除了这些，还有一种必看的岩石。拜拜！耶，105，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很特别的这个地质的岩石哦。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来到这边的感觉就是跟维多利亚港非常不一样。维多利亚港就是一种海平面，然后高楼大厦，比较都会区的海港的感觉。但是来到这里啊，
真的是一个海岛哎，就像开船出去，然后四周啊就很多那种小岛、小岛、小岛。对，因为以前呢这边啊有火山大爆发，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特别的这种地质。对，重点是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东西超特别，对，就是它是香港呢，就是一个经典的美食，圆圆的，有没有？圆圆的，然后上面就是这样，有点裂开，你们猜到了吗？这就是菠萝包，超级可爱。对，你看，没想到连石头都长得像，就是面包，就他们就是命中注定必须要在一起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香港他们爱美食啊，他们就是联合周边的店家，然后一起举办了一个地质美食的活动。地质美食，对，他们就是根据这些地质为创作灵感，然后就研发相关的食物，所以我们等下吃得到，可能可以，超赞的，可以期待一下。那我先带你去海鲜街，我们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走吧，这里。好，海鲜街，来，嘿，西贡游流揽庆山绿水，哎。海旁站品尝美食珍馐，西贡海鲜街。好哇，太好了，提的太好了，这里就是海鲜街。这样走过来啊，我就感觉非常的好，你知道吗？他们的水族箱啊是住豪宅，真的，它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直接那个海鲜给这样叠起来啊。下面什么贝类啊、鱼类，但是我眼里只有最上面那一层龙虾，我的最爱。哪有来到西贡呢不吃海鲜的理由呢？没理由啊。今天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摘星、啊、摘星。有一间呢连续5年哦蝉联米其林一星食府的海鲜酒家、走。水族箱呢，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你摸，哎，真的，对，这上面这层比较冰哎，它就是根据呢不同海域这里的鱼虾贝类啊，它们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然后水温也会不一样，然后店家他就根据他们生活的习性来设定水温，那真的超用心的，连水族箱里面的水温都不同，让我对这一家餐厅呢整个期待指数爆表，我也觉得精彩可期。虽然没有坐落在最热闹的海鲜街上，但是外观十分显眼，门口的鱼缸也霸气十足，从食材到制作都有店家坚持的原则，从2014年荣获米其林一星推荐以来还在不停创新菜色，到今天依旧榜上有名，就让我们在海景包厢中为大家试味道吧。今天我们很荣幸哦，邀请到店长志伟哥一起用餐。你好啊，过年期间，我们就先跟大家拜个年，恭喜恭喜恭喜！那首先呢，我先献上祝福，送上金币，祝大家黄金满屋。那我也来，我送上金条，祝大家富贵金砖到你家。虽然这些黄金只是前菜，却是许多老饕推荐必点的哟。首先，第一道我们要。先从哪一道？谢、啊、这个好，哇哦，烫，小心，这个摆盘也太厉害了吧！真的，我知道，这就是香港其实很常见的粉丝蒸原贝，试试看。除了调味合一，粉丝 Q 筋的口感也对比了原贝的软嫩，好吃又好看。而这道芝士龙虾煎脆米粉，选用本地的鲜甜青龙虾，本身肉质爽口，再用起司稍微点缀，浓郁的香气令人欲罢不能。在台湾没吃过这样的做法，没吃过，真的很特别，就是它那个酥脆的口感，然后打上那个龙虾那种 Q 弹的，整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龙虾好好吃哦，没办法，无法就是停下来了，一直吃。爱吃虾的还有这道米其林推荐的天妇罗炸大虾，用日式的手法和艺术般的呈现方式，视觉和味觉都充满饱足。而秘制濑尿虾皇选择特别肥美的斑马濑尿虾，
将常见的椒盐与金沙蛋黄的做法做结合，打造出这道口感鲜脆滑嫩、香气四溢的料理。哇，好满足哦！而且我们刚刚在楼下就遇到你们的老客人，他说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对啊，你们是怎么样抓住客人的胃？就是吃过这味道，深心就可以了。哦，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东西要新鲜，然后你们做的都是很传统的香港菜。那不一定，不一定，这个不是传统的，哦，三条丝。这个是创新的，创新的吗？椒盐鲍鱼。鲍鱼，哇，这个鲍鱼，来，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不是鲍鱼都是用蒸的吗？它怎么是用炸的？你们好敢哦！对啊，因为一般炸过之后，它那个不是会干掉吗？这个不会了，不会，哇，很有自信哦，这个不会啦，你看啊，吃喽，很圆吧。我跟你讲，鲜，而且它外面啊，酥炸真的就是薄薄一层，它只是一个香气跟口感的带出来，然后里面的鲍鱼啊，非常非常的嫩，很好吃。对，就是也是非常有嚼劲，然后还有就是外面那个椒盐的味道，真也没有盖过里面那个海鲜本身的那种甜度。对，而且它做法真的很像台湾的那种咸酥鸡，啊，差不多。对，不像台湾那个。宵夜时候呢，大家去买咸酥鸡，然后上面真的就会用这个炸过的蒜头，然后跟辣椒调味非常像。但是你在台湾吃得到这个吗？酥炸鲍鱼没吃过，请来西购，就来这边好不好？这边吃海鲜最对味，好好吃哦。还有这道龙土猪素米海斑块，将香港人经典的菜色打造的气势磅礴。台湾人很喜欢吃石斑，香港人也是，然后他们就是把这石斑鱼啊，把它的肉这样片下来，然后下去酥炸。所以这个酱是把它淋在这个上面吗？对，不是，不是啊，不是，抱歉，不是吗？好，谢谢，好真的，示范一次，好，谢谢。一点点。这个酱啊，素米酱是什么酱？素米汤。素米汤很像，有点像玉米浓汤哎，一模一样啊。哦。名字不一样而已嘛，粟米汤就是玉米浓汤哦，直接就这样吃了，我还想说我要拿筷子。对，好吃吗？好吃吗？好红梅啊！哇，好红梅啊！我跟你讲哦，好厉害哦！我真的没有想过这种搭配，就是玉米浓汤，然后加上鱼肉，可是。意外的很合，而且你看都是金黄的色泽，整个就很讨喜，连配色都考虑进去了，真的超赞的。我觉得我好像梦想成真了，我们刚刚不是走在路上说我在那边点餐要吃龙虾啊，梦想吃什么，好开心，而且这里每一道呢我觉得都很满意，而且也很台湾，很合台湾人的口味。那既然我们都吃了鲍鱼，也吃了石斑鱼了，我们就祝大家年年有余，新年快乐！谢谢志伟哥，谢谢，我祝福你哦。吃饱之后就觉得通体舒畅，非常的舒服。我们呢约了一个朋友来到这里相见。没错，就是我们的地陪，然后呢他是用他的行动来爱西贡的。对， Kitty 姐 Hello Kitty 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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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提到他是用行动来爱西贡，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我是本身是很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啦，平时我就会撑独木舟啦，去不同的岛那里，除了说去游水去玩啦，顺便就执埋垃圾啦，跟住如果见到水底有弃置渔网呢，就整埋去带埋走，跟住仲要救返晒啲生物出嚟。那除了就是爱护环境，是 Kitty 姐就是对于自身也有很有一套哦，没错，环保啊。是啦，咁本身自己就唔鍾意食肉啊，咁我都係一个素食者啦，所以我今日带你哋去嘅地方呢，除咗话可以买到一啲好健康嘅嘢啦，仲有啲台湾嘢喎。哦，台湾，走走走走，喂，哪里哪里，喂，这里吗？就是这里吗？哎呀，好可爱啊，很温馨的小店咧。
你去飲嘅。這是什麼？係一啲天然嘅杏仁茶。咁咧，杏仁茶，這是一個是不甜的，然後這是甜的。我們先從不甜的開始。不，它的杏仁茶跟台湾不太一样哦。台湾的杏仁茶是比较浓稠，然后味道很浓厚的。然后这边的杏仁茶，它就是做这样水水，然后味道淡淡，就是一股坚果油脂的那种香气。然后你有没有喝出来，里面有一点咸咸的味道，淡淡的而已。他们是加了那种，刚刚 Kitty 姐有跟我讲喜马拉雅山的盐巴，嗯，然后甜味的部分呢，你是喝甜的对不对？对，对他们甜的是加上去那种椰枣，哦，对，椰枣去提味，所以你会觉得喝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很天然的。谢谢 Kitty 姐，好棒哦。那对，我们要继续逛了。当然，我跟你讲，我觉得呢，我也可以走环保这条路。什么？走环保也可以很时尚哎！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这什么啊？你看哦，它是一个购物袋，就不稀奇了。它还是一个装饰碗，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艺玲，这里它上面这 logo 写的香港哎，超赞的！我决定这个我要私藏，很可以。走在路上非常的时髦，而且是有没有很有很有。好，这个买，这个买，好，这个买，还有这个是黄色的。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这是什么？玉米。我跟你讲，这个比玉米还厉害。你只要照着它的指示这样做啊，然后放进去，两分钟之后，该不会变成爆米花？拜托，就很好玩哎！这些东西做环保也可以很时尚。真的，来到这边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就是非常非常的环保，然后又很爱惜自己的身体。没错，而且真的很谢谢 Kitty 姐，因为让我们看到台湾的有机食品，觉得自己既光荣又骄傲，又非常的骄傲，就觉得哎呦。倍感亲切啊！谢谢 Kitty， 谢谢你 Kitty 姐，谢谢。我跟你讲，有空要来台湾玩，有空一定要来台湾的食物 ，vegetable， 好好美啊！谢谢依林小玉，谢谢。标准可以来了，对，来当我们两个就好了，当地陪，换我们当地陪。好啦，那我要准备去结账了，我也要，耶！赶快。香港呢，除了有饮茶文化之外，还有糖水文化哦。他们说的糖水其实就是甜汤的意思，他们就是把糖水啊煮得稠稠的，然后加入西米露、豆腐花，还有一些新鲜水果，所以他们不叫做喝糖水，他们叫做送糖水。没错，而且他们不同的季节会变化出不同的甜汤，像是呢夏天吃绿豆沙，秋天吃杏仁露，就跟我们在台湾夏天吃芒果冰，冬天吃烧仙草是一样的意思。那通常呢他们会在晚餐饭后或者是宵夜的时候来一碗甜汤，那就真的很满足。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吗？当然，就是现在吃完海鲜大餐，然后接着去吃甜点。接下来这间甜点店呢，它可是从西贡发迹，然后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家分店。400多，有没有听错？很多哎。所以我们来到西贡，当然要去它的总店，就是发迹的店，朝圣一下喽。期待，耶！如果呢你是第一次来，不知道点什么的话呢，你可以参考这里。噔噔 ，Top Ten 推荐，因为他们甜品实在是太多了，超多的。看，这是我其中点的一个经典，就是他们的芒果班戟。这是什么啊？有没有放鞭炮？有没有庆祝？太好吃了，太棒了！所以芒果班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的 pancake。嗯，但是一般我们看到，我印象中呢，它都是薄薄一片，然后旁边有一些鲜奶油啊，还有水果一些这种东西。但是在这边来，你看看，我切给你看，我这是芒果口味，你看，鲜奶油，太可爱了！哇，你们有插下去的感觉，还有弹的感觉，嗯，好吃哦。再来介绍我这道经典中的经典，糖水界的经典，就是这个养鸡甘蓝。有没有看到这一碗起源于1980年？我要飞上天了，快拦住我！小叶，你走，还没办法，好好吃的，很清爽。然后呢，每一口你都可以吃到像是
西米露啊，然后还有它的柚子，还有芒果的香气，然后基底这个汤我觉得很厉害，它就是淡淡微微的味道，然后它不会抢了所有配料味道，然后它们真的是甜品啊，我觉得就是冰冰的，然后非常的它真的顺口很好吃，我真的不等你，它真的好好吃，它会让你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真不夸张。你看它的柚子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细细小小，直接就让你看到它果肉在里面哦。那接下来要停不下来。好了好了，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我发现这道是你点的。对，这个这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一道也是 top ten 其中一个白雪黑珍珠。你看，白雪就是旁边这个，然后黑珍珠就是这个。哇！它的白雪刚好我有问老板，他说这个白雪就是香草冰沙。嗯，我觉得好厉害哦！我在台湾啊，就是他们的刨冰或者是绵绵冰都没有吃过这种口感，就是它里面有碎冰，然后入口即化，还有点脆脆的。雪白色的椰奶冰沙就覆盖在雪山脚下，里面还有山粉圆、西米露、芒果、香蕉、野果与龙眼干，料多到快满出来了。嗯，再来这个肯定是女孩子的最爱，这个是杏仁蛋白。嗯，微甜的杏仁露，淡淡的香橙果仁气味，配上滑嫩的蛋白，是适合秋天的甜品。还有香港糖水文化的要角芝麻糊。口感非常滑顺细致，加入浑圆有嚼劲的芝麻或花生馅汤丸，热热喝一口，暖了心也暖了胃，好适合冬天暖暖喝。在饭后或者是宵夜来一碗甜汤，就觉得一整天的这种郁闷感全部都是解除了。然后呢，也为我们今天的这一桌丰盛的料理画上完美 ending， 每一道都超满足，老板。有没有听到我们现在呐喊？台湾现在都还没有分店，好不好？有机会，有机会可以来台盘子，拜托！我们不想要飞那么远了，快点，拜托！好啦，那最后呢，我们吃完甜汤，在台湾过年的时候，大家有一句俗话就会说“假滴滴托贵你”。我们再次祝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在香港想慢下脚步看山看海，就到西贡吧。山脉上的海鲜市场映出昔日水上人家的生活影子，世界级的地质公园让人感到惊喜，也对自然谦卑。海鲜街感受欧陆风情，市场街体验在地生活。连续5年获得米其林一星推荐的海鲜食府，料鲜味美是基本，推陈出新好用心。400多间分店的甜品店，第一家就在这里，来尝一份香港人饭后的甜蜜时光吧，这就是香港人的后花园——西贡。